现在数据中心啊，它的发展的最大的瓶颈，它就是能耗指标的问题，它太耗电了，它24小时乘7乘365绝对都不能停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能耗的问题，我们通过海水来解决的话，我们会大大降低能耗，大概能降低30%左右。